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。一组记录了玛丽莲梦露从崭露头角到屏幕性感女神的历程的照片，最近出现在洛杉矶朱莉安拍卖行。这组照片共计百余张，有望拍出$90,000的高价。这组照片记录了性感女神梦露传奇而短暂的一生。最早的照片拍摄于1946年，照片中梦露身着毛衫，面露微笑。最晚的照片是由已故摄影师乔治·巴里斯于1961年7月为梦露拍摄的。照片中，她坐在汽车上，小口地饮着鸡尾酒，在海滩上嬉戏。在拍完这组照片的几个星期后，梦露就疑因过度服用安眠药而香消玉殒，年仅36岁。除此之外，该组照片中还有许多同时期非常知名的摄影师为梦露拍摄的照片。据说这次拍卖将在3月26日结束，是梦露粉丝的朋友，您要抓紧啦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。每年过生日，美国老爷爷斯莫林斯基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礼物，那就是家人们送的彩票。今年这个家庭传统给94岁的斯莫林斯基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好运，帮他赢得了$300,000的奖金。斯莫林斯基过生日收到彩票这个传统，最初源于他向家人送彩票的习惯。斯莫林斯基说，他每个月都会买点彩票送给在那个月过生日的家人，后来这个习惯成了整个家族的传统。每年过生日除了传统礼物，大家也会送他彩票。今年女婿送的一张彩票给斯莫林斯基带来了好运，开出了$300,000的奖金。对于这笔钱的用途，斯莫林斯基称自己向来节俭，他要收拾收拾房子，再买一辆好一点的二手车，剩下的钱做投资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凤点微博的全部内容。如果电视机前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